新台企业管理协进会是由国立成功大学举办的推广教育班，并经过内政部核准为非营利的学术性自由团体组织，包括着企业管理顾问班、企业行销经理班，那个有企业家研究班等等，企业的同学所组成。会员拢是分家南地区优秀的企业主。真感谢吼，感谢咱这个明田，咱这个蔡明田教授啊，一当来吼，不间断的开课这个真好的这个课程吼，会当予咱这个来自咱各行各业的精英，会当齐聚一堂吼，来吸收新知，来因应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。日前伫咧大家见证之下，进行23、24届理事长交接，甲李干事受证就一典礼。由23届理事长王秉川接棒，后24届理事长杨顺生。目前的状况，就是在讲耐核，在讲大数据，在讲这个物联网，未来就是在讲量子，就是在讲 AI， 讲 ESG 的创新。创新，所以从我们这一届开始，我们就会进入这个状况，然后与时俱进。新任的理事长在交接的同工鼓励会员，策划努力将台湾打造成更加欢迎、安全、有竞争力的家园。咱新闻台的选综合报道。